空白的发票，自己去玩一天，给你出的也是比较大。那现在呢，我前一阵就是从把款寄到广州，广州从香港那边，这样起来的中间的时间就很快。我把邮局打到烟台去，当天下午，先六天先办的。当天下午呢，他那边一会，第二天早上就出。电子费的。现在没办法不给了，打电话算了。